不要吓我好吗？在楼下就安分点。原来是基佬啊！啊，回来这边吧，还是回来基纽特战队这边找一下好了。我现在要干嘛？我现在也不用推理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现在目的是要干嘛来的？哦，找到旧友，哦，那就出去喽。那所以现在就出去了，好吧，走了，闪人。转过去的时候就死定了。转过去啊，转啊，转啊，快要等你转啊。吃我的！哎，该为什么？还是不能上楼啊！他怎么往那边跑啊？哎呀，干！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会那个呢？我手把的问题吗？但这边有点远，这边 AA 有点难，这边至少门口就是要先宰掉才行。哎，这边距离有点远。干！没有，这门口就是要宰，不然太难了。这边，因为他基本上他的判定是说，你如果在他一定范围内被他吸太久，你就会死掉。对。就说你不能被他吸太久。我在做很智障的事情。他脸是哪一边啊？这边。哦，妈，终于搞定了，烂手把。诶？往这边走吧。这没怪吧？啊嘞，那过不去啊！可以用飞的吗？不行。嗯，不能这样走。我看要怎么走。也有厕所哎、欸。哈别闹了。可是这个地方不能直接出去吧？哦，哎，难道从这里绕吗？嗯，我也飞不过去啊！那金马皮安诺他要干嘛？难道往楼上吗？
这游戏没有，这游戏没有地图，对，这游戏没有地图。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我并不推荐宇根玩这一款的原因之一。对，这游戏是没有地图。问题我是要怎么过去啊？闪现的话没办法往那儿闪啊。那里是大门口啦，我应该是要想办法出去是没错啦。猫呢？该不会猫其实在这附近吧？没有猫啊，那这边也没什么好调查的。与其说雨根，不如说我现在不知道往哪走而已。因为这边是要把它拉过去，我才能走，所以现在应该不是走这里，先看这边好了。哎，这二楼我还有什么东西没搞定吗？哎，我记得刚刚这边他有说要干嘛？我本来想是不是这边我还没弄完？哦，这边应该是我东西还没有解完。我猜这边东西我还没解完，就去继续调查好了。但是他有没有跑出 investigation？ 往往走上去，对啊，会直接升天啊，就不能走啊。是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可以调查的啊。哦，这些线索其实也用不到就是了，对啊，因为好像找到钥匙就 OK 了的样子。我现在应该是要去找旧椅，可是我要怎么去找他呢？难道这里有其他路可以下去吗？我觉得应该没有，因为怎么看刚刚那一条就是唯一的一条路了。那就除非有猫，不可能再上三楼。哎，这里可以下，不行。我本想说是不是可以再上三楼一次，可是也没意义啊。下楼，问题是他两条路都挡啊！我也觉得应该是下楼了啦，因为可是问题是他两条路都挡起来了。你说下楼回转是我们刚那个地方下楼，因为我觉得那边看起来就像对的嘛，因为一下楼就一个鬼堵你啊。你说下楼回转往哪里转？往这里吗？这里没路啊！感觉幽灵超悲催的好不好？我一看他就有跟你讲说，这边很多地方你是不能走的。我在想应该是要找猫啦。我在想在合跟一只猫合体应该就可以了。那边有看到猫。这里吗？这里吗？但这里的问题就是这样啊，就不能这里就不能走啊，然后闪现也不能闪啊。妈的，闪现还不能过墙的。对，可是问题是收音机那个距离不够，而且他那个是说你附身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再启动灵动现象，他设计是这样啦。我想说找猫应该是比较快啦，猫就可以走过那个红红的地方。但是也没看到猫。而且这游戏照理来讲它的解谜不会那么复杂。对。
这游戏的解谜理论上是蛮直观的。我在想，我是不是不会触发到 bug 了吧？该不会触发到 bug 了吧？干嘛这游戏 bug 有够多的？还是我附在身上不要动呢？对啊，你这样没有办法，可以吗？触得到吗？你看也不能闪。不知道欸，卡关了耶，靠杯。哎、欸，安安，我是5-93。这边找一下我们猫好了。哦，很多卡关就觉得很烦了、啊，特别是卡这种，你明知道接下来去哪里，只是然后又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 bug 的关系卡住。站上来有三小路用，哎呀，掉下来了！干，这根本不是解谜好吗？这只是，我觉得应该还是靠他走回去的、啊。干，可是我要怎么靠他走回去啊？哎，等一下哦，可以耶！靠，这么远可以。我刚好像有看到那个跑出来啊，干可以啦，靠腰，干我没想到这么远，好吧，这我错，我没想到这么远。反正出去就过关了嘛，大猛呢？反正出去就过关了。拜拜。废物吹空我。哎 ，Joy 在这里。喂，让我出去。Killer 在找你呢。What? 所以呢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朋友挂了。He didn't suffer. You're lying. He died protecting the innocent people. 他胸口碎大石而挂。Died because of me. 他因为我而死，其实也没错了。他说有两个那个检察官要来处理他的事情就对了。啊，信你得永生是吧 ？No. That's what I thought. We'll figure out what to do with you at the station. Why does this keep happening to me? 为什么这些都发生在我身上呢？Gotta find a way to convince him. Where are you going? 你去哪？ Killer left a clue about the ancient mansion he saw in the museum. Tell Rex. 哦，我们要去那个法官房。Okay, I'll try. 离开了教堂，到了法官房。好的，我先去装个水，等我一下，我装个水去。我觉得应该快结束了耶，感觉法官房应该最后一两个地图。